是，对吧？嗯 ，OK， 那这里也是一样 ，OK、嗯、那画的线条还要有一点点，还有一点这样，抖抖抖，哎，还要抖抖抖，对了，非常形象哈，就是这样，还要有这样子的，这样不是这样，帕肯森，不是这样，不是这样，那样是另外一种，比如说马牙秤啊，他就要用这种方法，不一样的 ，OK， 这个是方法是。每一种方法都不同。OK， 那么这边的颜色就比这边要深一点，这边看起来就比它怎么样，要暗一点。那面就这样分出来了，明暗面就分出来了。这也不是三天两天就会练得好，但是你要懂得怎么个练法，笔要这样拿，笔要这样子。OK 啊。看到没有？看到。好、哦，你看这里就是什么？这里就是暗的地方，对吧？对吧？哎呀 ，OK。干干的。一般来说，干的笔是比较容易表现它的石头的。好 ，OK 啊 ，OK， 好。